焦丁如，咱跟随释达多在苦行那中修行，转眼嘛已经经过六年，唔知徛比罗为啥，即马是虾米款的光景啊？这六年来，释达多从来唔捌提起徛比罗为啥，嘛唔捌提起伊的亲人，敢讲伊真是将因忘怀咯？骨肉至亲，冤灵忘怀呀！释达多伊坚持修行，在这六年当中，各种的苦行，伊拢唔捌度撇。这一切，拢是为着伊的初衷啊！身体愈来愈虚弱，我真惊伊无法度承受啊！伊不因不信心所高观，但凭怜在旁观，彼宿世欢来相宽，不令林荫性命摧残。是啊，无人去找饮食之物，等伊若是倒转来，咱可阁想办法，何况伊是达多啊。奇怪，拄只迄个人，敢毋是是达多啊？敢讲这个世间？还有第二个释达多啊！不好啦，啊，您回来啊！阿西婆，啊，您那面色怪怪。阮拄才伫咧河边看到。看到什么啊？释达多啦。是啊，释达多。伊甲一个姑娘讲话。两个人讲到嘴笑目笑，而且那位姑娘搁提物件给伊吃，恁敢有看唔到？唉，我嘛唔敢相信，所以赶紧回来甲恁讲啊。眼见为凭，咱来去河边情感一观，就能分晓咯。修行者，你敢是阮这的人？唔是，我的家乡在山的那边。修行者，你离开家乡，只要这。敢会思念？
长长，宛如光影闪闪。我是你乖定的接受因呢。姑娘，抱歉，我对你要献哦山神的羊呢，拢啉完啦。啊，不要紧啊，这羊呢摕去山神庙，放到草生。山神嘛袂啉一嘴，会当供养你这位受刑者，我真欢喜。你是一位善良的小姑娘，你也是一位真特别的受刑者。我真正敢相信我的双眼。摕羊奶来给你啉吗？啊，姑娘，多谢你的好意呀！哦，这么好，够羊奶通好啉。是达多啊！咱现在应该安怎做才好啊？我看，咱回来去听比路有啥好啊？焦丁如，你有啥物想法？当初时，咱五个人出家修行，是为了悉达多。现在伊放弃修行了。忘记伊的初衷，我想，咱也毋免阁就在伊的身边咯。但现在应该何去何从啊？这，悉达多一日不回徛毗卢，为啥？咱就不敢回去见国王王妃呀。不如咱先找一个所在安心。若是悉达多真正回转王宫，咱
再做打算。嗯。众生不变不离，何人应性问话？教评论各位同心，让你相随，共念命，我为因点明心中明灯。我应该幸去多矣。您看，那人敢是释达多？真实是释达多。伊。唔去找姑娘讲话，来这是要做什么啊？咱静静坐伫个这，看伊有啥物言行。诸位，久违了。释达多，你为何会到此呢？我已替我尽力，万众尽力，一定分享啊！尽力。
谢大刀，你不是已经放弃苦行？为什么你也会当替我尽力呢？坚持苦行，甲坚持享乐，拢是一种贪求啊！放下贪求，信心才能得到自在呀、啊。悉达多，你所体悟的真理是啥物呢？我要与恁分享的是素性体呀、啊。第一真谛是苦，人世间有种种的烦恼与痛苦。咱心中的欲望，亲恨无耻，正是世间各种痛苦的根源。既然敢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，我爱付出代价，我爱死无葬身之地。为什么我爱的人要离开我？天哪、啊，你为什么这么残忍？为什么啊？我爱得着。高卡坐西山，我爱得到高卡坐款式，我爱得到世间上所有的一切。我的珠宝，我的珠宝，我的珠宝。苏汉坡。就是小弟好的观音，我爱公婆，今天
翠袄七里金地，就是家乡解脱的道路。有背中正确的修行方式，正见正思维，正义正业，正明正正气，正量正定，这八正道能够帮助咱